嘉賓。咁啊，頭先你睇到咧，就場面好熱烈，因為難得咁多位校長可以抱擁出席我哋嘅傳媒開幕典禮。咁就加上最近咧，就都離唔開高等教育嘅議題。咁啊，大家睇到好多學生好熱心支持香港嘅民主運動。咁啊，我哋十位校長亦都好熱心去同啲學生多溝通、多聯絡。今日真係好開心啊，可以同好多老友咧見翻面。咁其實好多老友咧都係我離開咗香港啊，去咗澳門大學之後咧，差唔多五年咧都冇再有機會見翻。咁我翻嚟香港咧就啱啱好係六個月到啦。咁所以咧就如果我早知，可能我都諗緊係咪呢個時間翻嚟啊？咁啊就但係我覺得始終係香港個教育咧係好多好多令人係真係振奮，係好多嘢我哋可以去做嘅。頭先講笑啊，咁啊阿飛哥都提到咧，就係最近有啲記者都問我最中意問我就係香港同澳門點樣比較啊？特別呢幾日啊，咁我話呢啲問題咧就或者遲啲先去傾啦啊。好啦，嗱，講翻今日個話題咧，就係我今日想講一樣嘢，就係話究竟小型嘅私立嘅博雅嘅學院，究竟香港高等教育係扮演一個乜嘢嘅角色？或者簡單啲講咧，其實即係大家好肯定咧，而家香港嗰個高等教育咧係有一定嘅基礎同埋優勢嘅。我哋有八間 UGC 院校啊，亦都有八間政府認可嘅攀發學位嘅自資學府。咁我哋嘅教育制度係好成熟噶，師資優良、國際化。我哋個學術水平好高，我哋嘅管治體系亦都係比較完善。我哋有充分嘅學術自由，亦都同世界各地嘅教育體系咧係緊密連喺一齊嘅，兩文三語嘅環境亦都係有一定個國際嘅知名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亦都有一啲好基本嘅一啲局限咧，一啲弱點咧，或者係一啲嘅生產因素嘅局限啦。不是院校本身，而是一些很基本的我們叫做 production factor 的一個因素，包括什麼呢？就是我們本科學額仍然到今天是嚴重不足的，我們的財政來源是過分依賴了政府，公校的自資課程呢，你看到呢現在是越來越濫，甚至是令人憂慮的，也都是看到呢我們那個的捐獻文化呢，剛才講過因為太過單一呢，對長遠那個的利用民間的智慧、民間的資源咧，我覺得是未充分發揮出嚟，同香港一個咁成熟的國際金融社會，其實係我覺得係唔相配嘅。亦都睇到咧，私校嗰個發展、私立院校的發展是被忽略。我哋太多的公校的發展受制於一啲指標啊，受制於 UGC 一啲嘅指引。咁我覺得亦都係好大的制約，就是我哋嘅土地，很多院校都即係喊曬口咧，就是我哋係冇地方起宿舍，更加是難咧，係去揾多啲嘅外地生。咁亦都睇到咧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本地嘅研究生嘅生源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同埋我覺得最大一個我自己一路去思考，就係而家我哋一路去發展都係走西方大學嘅一套傳統中國文化價值咧，其實我哋係冇乜去真係去諗啊點樣融合喺我哋嗰個教學裏邊。咁亦都睇到咧就係、是、一個很大的改變咧，就係、是大家都想即係話係去諗到會問到，就係話喺2000年嘅時候咧，其實九月咧，教統會係喺個21世紀嘅教育藍圖裏邊咧，係已經講咗咧，係會將私立專上院校嘅經營咧，嗰個管理咧，慢慢係會變成一間私立大學。咁呢個喺2000年嘅時候咧，已經係講咗出嚟噶啦啊！喺2000年嘅時候，希望咧係私立大學能夠提供一個途徑，俾香港所有界別啊，為香港高等教育出資獻力。嗱，呢個好重要一個字眼，就係所有界別啊，唔係淨係政府或者係其他，而係民間嘅力量、民間嘅智慧、民間嘅資本係可以攞出嚟貢獻香港嘅教育嘅，造福學生。咁其實喺2000年之後咧，到差唔多2010年咧，係完全空白嘅。在這方面講了之後，除了是樹人大學在2006年是即證明了是大學之外，當然在2009年一個最大突破，就是當時港府就說推動個教育產業和地區教育樞紐，所以就希望是找多些外國學生，多些自資課程，
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就係根據專上學院條例320章咧，係政府願意咧係批地、貸款同埋其他嘅資助咧，係讓更加多嘅民間辦學團體咧開辦經評審嘅自資學士課程。咁就開咗一條新嘅路咧，係讓自資院校咧係慢慢發展成一間咧係具質素嘅私立大學。咁就打破咗咧以往由香港啊專上教育由公立院校主導嗰個嘅單一局面。咁當然啦，我哋睇到咧就而家已經有我哋總共加埋咧已經係7-8間唔同嘅自資院校，其實都有一個時間表，大家慢慢係發展成一間咧係完整嘅一間私立大學。咁但係睇到而家香港大多數院校都係走比較係研究型嘅、專業型嘅。咁究竟即係香港嘅新興嘅私立嘅院校有啲咩嘅空間呢？其實我覺得係最大嘅機會嚟嘅。一方面係提高咗我哋嗰個入學嗰個比率咧，由18% 24%，同埋咧而家睇到咧就係一個新嘅機會，去引入一個全新嘅教學模式，去補充翻而家公立院校嘅不足。多一個選擇俾家長、老師同埋學生咧去做選擇。咁我哋喺恆生管理學院咧，亦都係推動緊一個新嘅教育模式。我哋就叫做咧係博雅加專業嘅教育模式。一方面，我哋希望喺一個好細院校，我哋學生係幾千人，我哋嘅班係好細，我哋鼓勵師生嘅關係係好緊密，亦都鼓勵校學生咧盡量住翻喺校園裏邊。我哋如果出年起好宿舍咧，係會有1500個宿位，但未來咧係會更加加啦，係多個宿位。我哋最緊要係希望學生就除咗係頭先個校長講到研究教學之外咧，一個我自己覺得而家係比較少人去提就係學生個人嘅發展啊個 personal development。就算喺課堂教學都好啦，如果學生離開咗課堂之外，係冇師長嘅引導、師長嘅啟蒙，其實一個人嘅成長去揾翻自己，去揾出有意嘅人生。好多研究做過咧，其實一生人最大嘅影響就係喺20歲至30歲嘅時候咧，你揾唔揾到一個好嘅啟蒙導師？如果喺20至30歲就係形成到一個自己嘅價值體系，將來一生你想做嘅嘢係會受住好大嘅衝擊同埋影響。我哋希望板間嘅院校就係細嘅，係老師係將教學同學生個人嘅發展擺喺首位。我哋希望大部分學生都住喺校內。建立一個住宿式學院嘅氣氛，我哋鼓勵老師學生第日可以變成咧係亦師亦友，一個終身嘅關係，而唔係嚟咗學校之後咧就同老師啊決離咗個關係。我哋睇到而家好多嘅院校因為太大啦，因為我哋太注重喺科研啦，喺研究生嘅課程咧，老師嘅精力放喺本科生特別喺課堂之外咧係比較吃力嘅。我哋希望揾多一個教育模式，我哋係唔需要太大，亦都唔需要太多嘅專科。我哋係好少好少研究院嘅課程，全心全意做好咗本科生嘅教育，希望呢個新嘅模式咧可以俾香港多一個選擇。咁要做好呢一個嘅模式咧，其實行管當然我哋都係朝住呢個方向去做啦。我哋覺得咧有幾個大嘅條件咧一定要做到嘅，亦都我哋係朝住呢幾個條件。第一就係一定係4年制本科教育為主，研究生嘅比例係要好低嘅。第二就是規模很少，我們最多是幾千人，還有一定是強調是小班，是 seminar 的形式上課。第三個通識或者核心課程是不可以少過學分的1/3。第四呢，我們覺得一個條件我們朝著就是老師一定要把教學和學生的個人發展呢是多於學術研究。我們可以公開很驕傲地說，我們老師的聘用、續約、升等一定要基於呢個原則。第五，我哋係好強調師生嗰個緊密關係。老師唔係淨喺課堂裏邊教書，一定喺課堂外邊，特別對個別同學嘅指導、啟蒙。我哋希望每一個同學咧離開學校嘅時候咧，能夠同至少3位嘅老師咧，可以成為終身嘅亦師亦友嘅關係。第六，我哋希望大部分嘅學生、老師都可以住喺校內。學生同佢嘅學習生活可以全時間去結合，建立一個住宿式學院嘅氣氛。第七，我哋鼓勵咧係一個人文視野、人文關懷、人文意識，有一個好濃厚嘅社區感。如果冇咗人際嘅關係啊，喺校園裏邊，大家經常當個陌路人嘅，我覺得對學生將來嘅成長咧，對人民嘅關懷一定有一定嘅影響。最後一個條件就係一定有一個獨立嘅研究科目。
令學生自己可以揀課題，自己找導師，發揮自主求學的精神。咁當然啦，這個是一些很簡單的一啲我哋列出嚟嘅條件。每一間院校有自己嘅特色，有自己嘅限制，啊，有自己嘅修訂。譬如美國嘅liberal college 咧係好昂貴嘅，佢哋冇咁多專科嘅，因為好多學生咧都係比較富裕嘅家庭，畢咗業之後咧都係諗住上研究院嘅。但香港未必可以咁樣啊，所以我哋喺課程裏邊咧亦都要有一啲專業嘅課程，基於一個比較全面嘅博雅嘅教育之上咧。是比盡量比機會去在離開學校之前有實習的機會。另外我們都看到就是住宿的條件，我們肯定是不可以跟美國的小的 liberal college 相比，但我們盡量都希望至少學校是有兩年的時間給學生住在校內裡面。很多這些修訂我們怎麼加上我們傳統中華人民中華人民族的教育的精神，中華教育的價值，我們可以是嘗試，因為我們沒有了 UGC 的指引，我們是不需要政府的錢，其實我們的自由，我們的空間可以更加大。希望我們嘗試找出新的路，是大家多些去思考，令到香港整個的教育體系是更加是健康，更加完整。整體上我們不是硬的指標，我們在軟方面的指標亦都可以提升到整個香港教育在全世界藍圖上面我們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呢，我哋去做多啲嘢，多謝。多謝校長。幾位校長都提到咧，你哋好鼓勵同提倡全人教育。但係香港有唔少嘅批評就話，依家幾間大學咧都太注重課程同嗰個教室嘅傳授，差不多咧等於係中學嘅延續。咁就想問一下啊幾位校長，認唔認同呢個問題嘅存在，同埋點樣改進？咁我即係其實我最近睇完一本書啦。就叫做卓越的羔羊啊，咁上啊，或者講係一班即係好優秀嘅學生入咗一啲好出色嘅大學，但係咧佢哋從來唔問即係點解自己做一樣嘢啊，揾出自己去做一啲反思，或者點樣去揾新揾翻即係人生真係具意義嘅工作生活係啲乜嘢？咁我諗呢個亦都係成個文化有關係啦，自細至大。我哋知道讀完小學去中學去大學去研究院，跟住出嚟揾工作啊，揾好嘅職位。咁我覺得即係好多嘅一啲傳統嘅文化咧，其實我覺得係需要我哋大膽去面對，同埋咧係去即係做一啲嘅反轉嘅一啲嘅工作。頭先我提到咧就係、可能除咗係喺課堂裏邊，頭先提到咧就學生真係係傳統係好被動，係背誦考試攞成績。反而我覺得就係頭先提到幾位校長同我都提到咧，就係真係喺個人成長嘅關注啟發。其實我好中意用一個字咧，就係所謂啟蒙啊，就係其實好多時一句説話、一兩句嘅提醒，你只要俾專注嘅關心俾個學生，你睇同佢傾偈嘅時候望住對眼，可能一兩句説話咧係啟發到佢，係燃點咗佢個夢想、佢嗰個希望、佢個潛質。咁我相信咧，就係話我哋點樣去翻去多啲，唔係淨係課堂嘅裏邊嘅教學啊，點樣喺課堂以外真係關心咗個學生嘅成長？頭先我都講到咧，就係20歲至30歲咧，係一個最重要嘅關鍵嘅發展階段。呢個階段如果冇一個好嘅啟發，唔係講課堂嘅教學啊，我哋點樣去刺激佢，開放佢嘅心啊，開放佢嘅思維啊，我覺得我哋係可以。係除了係正式課堂嘅教學裏邊咧，係可以再做多啲。我成日講話香港，當然我哋講硬指標啊、科技嗰啲咧，我哋係相當唔錯嘅。但係好多嘢係衡量唔到，喺排名裏邊係睇唔到嘅。反而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嘅機會，係整體去提升香港嘅高等教育。多謝，多謝10位校長先後咁精彩嘅發言。咁啊，今日嘅論壇時間咧就差唔多啦。